我们想讲的是大制度论。好，我们根据后官院长的讲义，第432页，好，第432页的这个论的本文哈，就讲到那个波罗蜜嘛，哈，波罗蜜。那第四行，好，我们讲了早上讲完第一段，对不对？好，那这一段也就是在讲说，菩萨的精进呢，是身无所作，心无所念，有没有？哦，是身心一等而无分别。好，那不是现象上无所作、无所心、无所念，而是什么？性空的缘故。也就是，哦，一讲到性空，那就是在讲因缘法，对不对？哦，如果讲在相有呢，那是果报。哦，所以呢，在因缘法上，那就要不断的去怎样去努力嘛，对不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意思了。哦，其实还是有所作，还是有所念的什么现象？哦，只不过他是无所求的心。为什么无所求、无所住的心呢？就因为性空的缘故。哦，因为在因缘法上面呢，其实只能随缘尽分的去耕耘嘛。对不对？果报是自然结成的哈，所以呢，因为一切身心哈都应该要怎样所作放舍嘛，如梦所为，绝无所作哈，那么叫做极静，哈，极静呢也等于达于什么？诸法实相，从我们凡夫的颠倒相达于诸法实相，是不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哈一个进步，那也是一种波罗蜜嘛。从凡夫的此岸而达于什么圣者的彼岸，好、哦，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者何？我们要知道一切精进，皆是邪为故啊。好、哦，那在202页，好、哦，为什么说它是邪为呢？哈、哦，那么往往都是有所求就会属于邪为，好、哦。真正的精进的话呢，是无所为哈，是无所求的，嘿，好，所以所谓的正精进也是不复分别，好，乃至还要能够，当然有邪必有正的相对二边呐，好，就是说，哎，我们难免有所求而落入邪。无所求是不是才是正啊？那在这两者还要怎样？还要能够中道不二，还要能够中道不二哦。好，所以呢，这里也讲到说，以一切做法皆是什么？虚妄不实，如梦如幻嘛。哦，如梦如幻，诸法平等是为真实。诸法平等是，为什么说诸法平等？因为一切都是法性。空慧，这个性空是不是通彻一切啊？哦，性空本身是不是就是在讲平等性？平等性是不是才能够达于真实？所谓的达于真实，就是达于诸法实相，达于诸法实相。所以平等法中呢，就不应有所求索了。哦，那故知呢，一切精进皆是虚妄，虽知精进虚妄，而常成就不退。好、哦。那么是名什么？菩萨的真实精进，哦，那其实这里哈、哦、会，哎，过程中啊，假设过程中，我们说波瑞哈、哦、是正法，它相对是不是也有邪法？在这个相对当中，我们会觉得，哎，我要追求正法。其实我们追求正法本身还是有所求的，哦，我们刚开始会有所求，我们会希望能够怎样脱离邪法而什么，而能够进入正法嘛？那这是不是还是有所求？哦，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在凡夫的境界。是不是就会有相对这两边？那如何达于这里呢？
就要知道它是什么性空的，因为透过因缘它才能够有平等性的特质，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不二，不二。所以在《金刚经》也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与非法，有没有？法讲的是正法，这里非法，法上应舍，连正法都要舍，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旦求正法，本身就已经有执着的成分，有执着的话是上不去的。好，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有两个说法了哈。一个是法，它是在讲法相，非法就会变成在讲法性。好，那不管讲法相法性，说实在不能把它当作现象 来追求。所谓的追求其实就是有执的成分嘛，就有执，所以都要透过什么非，要透过双非或者不二，是不是都是非啊？哦，都是在讲因缘法，透过因缘法才能够达于这里，因为这里也是因缘法所成的那个诸法实相嘛。这种诸法实相就是平等相，是透过平等性来的，是透过平等性来的，这是透过平等性来的。好，要从有二而达于什么？不二。所以我们有生有灭是我们凡夫的现象，而不生不灭是什么？圣者的现象，是真实法的现象。好，所以在平等法当中就不应有所求所，也因为完全的没求 无所求、无所求所的状态是平等的，平等才是真实的呢。哦，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哦，也知道其实所有一切，哦，在现象上，哦，我们的精进也有现象上 的展现，但是那个都还是虚妄法，只要是现象都是虚妄，哦，只要是现象的产生，为什么？因为它是缘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嘛。哦，那虽然知道是精进是虚妄，却还能够常成就不退，还能够长长久久的，哦，是因为透过了性空来看待，透过性空是不是才有机会向上，哦，向上才能够达于真实嘛，是不是才能够达于真实，不然我们都一直在凡夫的颠倒相中，哦，要从凡夫的颠倒相而达于实相啊，那么就是要透过，哦，这个平等，哦，平等呢就是缘起性空的空性嘛，空性是不是就是平等性，哦，再加上我们在世间的相对两边能够不落二边，是不是才能够达于真实，也才能够达于真实，哦，哦，所以呢以菩萨来讲的话，看待世间的所有一切呢，是不是皆是虚妄的，哦，而常精进，哦，不仅精进还要怎样，还要布施持戒忍辱，对不对，哦，这个禅定啊，这个都因为透过般若为导的关系嘛，是不是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哦，好，那这个是第二的部分，第二，哦，阿拉伯字的第二，那第一了，好，然后我们接着我们看第二啊，好，第二的部分，在我们的第433页，好，世尊见燃灯佛得真实精进，好，好，那就如同佛说的，好，说我于无量劫中啊，佛陀呢，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无量劫中呢，把他的头目髓脑以施众生，令其愿满，哦，都是等于完全的无我而怎样能够成就众生，哦，令其，哦，令众生的愿能够满足，那这是布施
持戒人入禅定时呢，也一样，在山林中呢，身体因为精进到已经都干枯掉了，或节持斋节食，或觉诸色味，这都在讲他的持戒人入禅定的过程，或忍骂入刀杖之患嘛，这是忍入，对不对？所以呢，事故呢，身体会怎样焦枯？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在讲那个持戒这个忍入，然后又常坐禅，曝露勤苦因为他总是在这个户外嘛这个修禅定，那主要就是为了什么？求智慧所以他透过读诵、思维、问难、讲说一切法，以他的智慧来怎样分别好恶、粗细、虚实多少来供养无量的什么诸佛非常殷勤精进的求此功德，就想要具足什么五波罗蜜因为透过精进波罗蜜，是不是就是要成就其他的五波罗蜜啊？好，那我事实呢，因为无所得，所以不得谈师禅精进禅还有这个智慧的波罗蜜。他的无所得，就因为还是因为性空的缘故了因为性空，所以不得的这个不得呢，一方面也是他的性空啊，就是说要用性空的，要用波瑞本身就是无所得，其实就算他在行这六度，是不是还是不得啊？其实还是不得那么也等于说越上面的话，其实那个否定式的符号越多，是因为越讲那个因缘就是说讲那个平等性讲究那个，就是说这个是透过空性而呈现出来的一个平等相，平等相是诸法实相那这个平等相呢，并不是能够去因为我们有所执着呢，就会怎样不平等，因为无所执着才会呈现平等相嘛所以呢，当佛陀行菩萨道一直到二大奥僧祇劫满的时候，是不是就蒙佛受记啊所以见燃灯佛的时候呢，他就用五花散佛有没有步法泥中得无生法忍即时六波罗蜜满那所以我们说在第二大奥僧祇劫是不是就是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就是所谓的修落六波罗蜜的这个圆满因为我们的这个波罗蜜主要还是因为有具生我执要能够折服到能够把这个六波罗蜜那个第七意识的已经转染成净是六波罗蜜的圆满那所以呢，他于空中立即赞燃灯佛，见十方无量诸佛所以事实得什么十的精进波罗蜜也等于说再上去呢就叫做真实的波罗蜜，因为他等于他分身无数意了，他完全不被相有所怎样拘束了，束缚。所以这里的六波罗蜜满往往也等于是那个分段生死生的结束，分段生死生的结束了，叫做这个无生法忍嘛那在这个以下是不是都用色身呢？用我们的父母生身，再上去就是法性生身了他可以法性生身，然后到成就法身到成就法身。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是修到所谓金童那个什么金叫什么童子啊，有没有他的下山，然后在街上是不是看到大家张灯结彩，然后才知道燃灯佛要来嘛那他把仅有的钱拿去买了什么五朵金色莲花
所以用五花散佛，他去供养佛陀，而且卖金色莲花的女子还说：“你将来要500世娶我为妻呀、啊！”他也一口答应。我们一般说那还得了？为什么不得了？因为有我就不得了。好，无我的话就无所谓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完全的无我。因为完全的无我的时候呢，那么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就只为了要供佛。所以看到佛陀徐徐的非常庄严的走过来的时候，有一洼的什么泥，那个污泥嘛，他不忍心佛陀的脚踏到里面，所以他赶紧把他的头发铺在那上面，希望能够用他的这个头发来供养佛陀，所以步伐泥中啊。那燃灯佛一看就知道说这个这样子的什么，那个童子已经是，那叫什么童子忘掉，就五朵金色莲花这个故事就是看到这个童子是完全的无我，所以等于已经到了无生法忍的这个程度，这个具生我执已经没有了。但是他具生法执还在哦，第八意识里面是不是还有？所以他还有第二、最后一大欧僧祇劫。但是这个时候就蒙佛授记说，你将来在多久以后，在多久以后，时间还有空间都定好了，在娑婆世界能够成佛。时空为什么说他将来必定成佛？就因为具生我执没了。如果还有具生我执，就还很难讲，尤其，其实要到五地以上、六地、七地才逐渐怎样比较稳固，行上的不退了，其实不会再退了，而且它剩下就只是这些，菩萨摩诃萨的过程而已嘛，所以这个时候算是六波罗蜜满，六波罗蜜满。所以中观系来讲的话，它的那个要求会比较严格一点，它会定在这个地方。它的波瑞道，再上去叫什么？方便道，这是成佛了。我们平常会定在这里，是跟唯识结合。唯识其实定在这个地方，剩下的这个叫修到位嘛。这边就叫修到位，修那个初到菩提啦。初到菩提就是修到位，但是若中观，它会比较定的严格一点，因为这里是行的不退。这里是什么？位的不退啊，凡夫不会再退回什么？不，圣者不会退回菩萨，不，退回凡夫。我们的信不退呢？信不退，其实果位并不高啊。信的不退，应该是在十住的初住完成而已。十住、十行、十回向里面的初住，可以信的不退。阿逼拔智啊，所以我们说他的不退有很多的阶段。那如果以波瑞中观来讲的话，他定的比较高，说这个叫明心菩提。那这个过程就叫福心。之所以福心呢，就因为还有这个色身呐，还有这样的色身，所以从发心开始嘛。所以叫二到五菩提，有没有？般若道跟方便道，五个菩提心：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初道菩提。到究竟菩提，所以这里的六波罗蜜满，它会定在这个地方。定在这个无生法忍，无生法忍，
雪山童子啊，有位雪山童子就是佛陀的那个蒙佛受记，那个释迦菩萨蒙佛受记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们说二大欧僧祇劫满，自然会有佛陀来为他受记。但是如果圣者呢，能够证得圣，就是说能够证得圣者，凡夫能超凡入圣是圣者自证的，不需要人家来为他受证，是圣者自证。但是菩萨到二大欧僧祇劫满的时候，就会蒙佛受记，蒙佛受记。所以到世尊见燃灯佛的时候，得的叫精进的菩萨，讲的就是方便道上的。那当然真实那种真实的精进来讲的话，也可以说是从这个低标准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讲起啊。圣者嘛，已经触碰到了诸法实相，叫真实精进。但是中观般若系比较高的标准的话，是到无生法忍，因为它可以出入无碍，它可以分身无数意，它可以这个随处祈求随处现啊。总说这个叫真实精进，好，这是第二。第三呢，身心精进平等是得一切诸法平等，连身心都完全的精进平等啊。所以对这个论的本文就讲，身精进平等故得心平等啊。因为前面是不是就在讲菩萨的那个身心的平等啊，平等性。尤其在精进上面，也因为平等，因为心平等故得一切诸法平等。所以我们说从身心的平等到诸法的平等，如是种种因缘相，名为什么？精进婆罗蜜。所以这里讲的平等平等平等，其实也都在讲那个因缘啊，因缘的特性所显发出来的现象叫诸法实相。而因缘的那个法性是不是就是空性的，就是性空嘛，就是平等性，所以才能够呈现出什么平等相，平等相才是诸法实相。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诸法都是不平等相啊？那是我们的颠倒相，凡夫的颠倒相啊。所以我们也不用不服气说，怎么一直是凡夫呢？除非我们真的证到了平等相的现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都还是不平等相，表示还是凡夫，还是凡夫了哈。所以要能够一方面精进本身是努力不懈嘛，一直保持着这样子的心，生生世世不断的，那过程当中当然还是要以般若为导啊，对不对？那般若为导是不是还是透过性空，过程中其实一直透过性空性空性空而上去的。那性空是不是就是在讲平等性平等性，所以会从身的平等性到心的平等性到法的平等性啊。那尤其像身，要到身的平等，这个以下都生的不平等，到这里是不是生才完全平等？因为它可以分生了。当然心可以先平等，到生的平等，到整个法的平等啊，完全的清净无染。我们可以先从心的平等来下功夫了。这里心的平等，根本无分别智啊。到身的平等，所谓身的平等就要是法性生身了，要不然我们都有父母生身，是不是都长得不一样啊？他能够到身的平等，分身无数意，到佛陀看到的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法，所以这个也等于刚才画的第八意识的具身法执，要全部出清啊。
这里是第七意识的完全转染成净，它才能够生的平等哦。而我们的第六意识本身可以先心的平等，分别我执法执了。好，这个是做一点对照了。因为龙树菩萨在造大智度论的时候，并没有唯识系的出现。我们现在因为很晚了，所以我们还有机会透过唯识去做一点对照。总说其实都是要透过什么平等，所以也是透过平等而不退啊，是不是才能够不退啊？证到什么程度的平等，证到什么程度的平等，到证到什么程度的平等而不退的。所以还是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嘛。好，那以上是什么？精进婆罗蜜。精进婆罗蜜。讲了两卷了哈，从卷五、卷六，是不是都在讲精进婆罗蜜？卷十五、十六啊，我们现在进入卷十七。所以前面卷十六跟卷十五的之二啊，就只为了解释一句，第404页的一句经文而已啊。身心精进不懈习故。应具足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就是什么？精进波罗蜜。从第404页一直解释到433页，将近30页，就只是解释这句话、这句经文啦。好，那我们继续第434页。的经文说，不乱不畏故，应具足禅波罗蜜。那这禅波罗蜜也是整个17卷都在解释禅波罗蜜。到第18卷呢，在解释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第462页哈，第18卷，于一切法不着故，有没有？要能够不着，就是要具足什么？应具足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不着啊？因为性空的缘故而不着啊，因为性空而不着哈。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卷十七，是434页一直到461页的这么多页当中，就为了解释这句话。这句经文就解释这句经文叫做禅婆罗蜜。那这个不乱不畏故，有没有？不散乱，畏呢就是不贪着，不散乱不贪着的缘故，就为了要能够不散乱，我们的心要能够不散乱，不去贪着种种的味啊，当然不只是味道的味了哈，这个所有一切应具足禅波罗蜜。那因为我们在欲界的众生啊，就是不断有什么散，不断，其实我们都是在欲界的众生，散乱的心是不学就很会的，生来就散乱。要不散乱呢，我们就会投生在哪里啊？色界、无色界去了。因为它是修定而能够去的地方。只要在欲界，生在欲界，生来就是散乱的。而且是贪着的。欲贪嘛。整个是欲贪的。所以呢，在欲界里头我们应该要怎样修应该要具足禅婆罗蜜，禅婆罗蜜就为了要对治我们的什么散乱跟贪着。好，那就进入论，再解释这一句好，所以会分第一个呢，先释疑啊。我们先读下面的文好了。问曰：菩萨法以度一切众生为事嘛？菩萨透过法。所以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上求佛道，
等于是求法，就为了要度什么众生嘛，啊，为主要的事项。为什么何以故呢？要闲坐临泽，静默山间，独善其身，啊，而弃舍众生。啊，因为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找到很僻静之处啊？然后静静的去禅修，啊，那跟前面讲的菩萨道，是不是要为法为众生啊？啊，好像在现象上，在事项上好像有落差，啊，那所以龙树菩萨是不是就设问而自答？啊，好，所以瓜胡一啊。所以那个释疑导师就把它浓缩说，菩萨不应独善闲居坐禅的怀疑，哦，好像跟菩萨道有所违背，哦，那回答，哦，瓜胡一，哦，求定得什么实智慧以度一切众生的意思啊，对不对，哦，所以佛教修定是为慧哦，哦，是为了慧，稳固慧，因为我们在散乱心当中的慧呢，如风中残烛啊，哦，那个是不稳定的，哦，是不稳定的，要修定呢来稳定，哦，乃至去验证，哦，好，所以呢，这里哈，哦，龙树菩萨就回答说，菩萨身虽远离众生，心常不舍，身远离，但是心还是不舍众生。哦，那不舍众生呢，就是想要去度化众生，但是要度化众生是不是还要有点实力啊，哦，所以这个是要去怎样，要去充实啊，哦，所以会近处求定，哦，会找一个僻静之处，哦，透过修定的方式，哦，得到实智慧，才能够度化一切众生啊，哦，要到超凡入圣以上，是不是才是稳固的，哦，因为已经验证到了诸法实相，所以叫做得实智慧。我们现在的智慧是很不稳固的，哦，是相当不稳固，那所以还是要透过修定，哦，所以过程中这个修定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哦，那就做了一个譬喻说，譬如服药将身，哦，就是服药是为了 要对治我们 这个身体的什么生理上面的疾病嘛，哦，所以全习家务，气力平健，则修业如故啊，哦，也就是说，哦，比方如果得了重病，那是不是就要可能考虑要怎样放下一些，哦，家庭事务事业了，哦，就为了要怎样要调养身息啊，对不对，哦，才能够气力平健嘛，哦，那然后才能够修业如故，哦，才能够恢复那个，就是我们的内心能充实起来，那其实还是要去行菩萨的道业的，哦，所以呢菩萨厌疾呢亦复如是啊，菩萨呢，哦，是这个厌坐，哦，厌疾而坐了，厌疾而坐也是这样，哦，就是用禅定力的缘故，哦，来服什么智慧的药，哦，才能够得到什么神通力，哦，神通力还在众生，主要的对象还是想要去服务众生，哦，那这个菩萨呢，或做父母妻子，或做师徒宗长，或天或人，下至啊，畜生种种语言方便开导，啊，因为菩萨还是要为了度化众生嘛，啊，不管他用什么样子的角度，啊，菩萨，啊，众生需以什么身来度化他，是不是就现什么身呢，啊啊，他无有定法，主要还是为了众生，啊，所以他所谓的，啊，这个所有的众生他也没有任何的谴责，啊，在语言上，啊，这个也是方便的来开导，那因为佛陀处的这个印度的文化背景来讲的话，像婆罗门教它是非常重视语言的，哦，所以有很多的声韵学啦，音律学啊什么学的，那就是要
能够透过语言跟宗教的教育结合。不过他们也是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后来虽然那个婆罗门教衰败之后1000多年后他又再度的复兴，是因为这个整理了这些语言学音律学。不过佛陀本身是不赞成的。那婆罗门他做这样子的一个整理，他是可以再度的复苏啊，但是他可能就是陷在那个区域，因为唯有那样子的语言是不是才能通，他如果到其他地方就不通了呢。那佛陀的话呢，佛陀所主张的呢，会觉得说语言没有关系，主要是不是那个甚深的法义要能够通达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四依的里头，是不是依而不依语啊？也因为佛陀做这样的主张的时候，佛教虽然在印度灭亡，却有办法在其他的国度，是不是又再度的兴起啊？就因为它语言没有定，不会定在某一个语言才行，那个甚深的法义它还是可以传播，所以它各有不同了，好，那所以佛陀还是比较有远见，对不对？那个可以不断的传播，而且不限在什么印度这个地方，那总说菩萨并不是舍离众生了，其实他心身是舍离了，心却怎样还是不舍的。那菩萨因为还是有杂染的成分，所以还是不舍呢。所以可以说菩萨是不舍众生的，是不舍众生。这是第一，刮胡一。刮胡二呢，实慧呢是从什么？从一心生的，由定而生，定静慧意静啊。因为定能够能够沉修定能沉静下来，得以清净，那慧会跟着清净起来。好，复次，菩萨行布施、持戒、忍辱，是三世名为什么福德门？这个比较在修福报上面，福报功德。那于无量世当中做天王啊，释提桓因啊，转轮圣王啊，还有阎浮提王，因为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无数的累劫宿世啊？所以他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身份呢。总说就算投生在天道，也成为天王，各种天的天王。那他们都还是会怎样常施众生七宝衣啊，物情所欲，能够满足众生的这种生活上的需求。所以今世后世还能够这个广及到后世去，他今世这个食衣住行呢都还能够非常的充满，那后世也能够让他具足，所以呢就如同经典当中说，转轮圣王就是以什么十善来教民的，就最基本是不是就是五戒十善啊，那才能够怎样后世皆生什么天上人间呢，起码保持在善道，保持在投生在善道，所以后世皆生天上，世世来利益众生，令得快乐。所以他不止今生，还包括后世，所以呢，此乐无常，还复受苦。就算说，都还可以很有福报，却是怎样，还是因为他们生死还没办法了脱。要解脱生死，是不是需要智慧啊？那十善修善业是什么？福报。只有修到福报，而没修到智慧的话呢，那还是没有办法面对生死，解脱生死。所以呢，还复受苦啊，还在生死轮回当中嘛。所以菩萨因此而发大心，所以呢就欲以常乐涅槃来利益众生，因为要能够比较安稳的快乐来说的话呢，是要达于涅槃，达于涅槃，那么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所以此常乐涅槃呢，从什么实智慧生，所以要透过实智慧生，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涅槃的诸法实相？那实智慧呢，又要从一心禅定当中来生。
哦，那做了一个譬喻，说譬如燃灯啊，哦，古代的燃灯都是用那个蜡烛之类，用棉哈、哦、那个棉的芯有没有去点火，哦，去燃灯。那这个灯虽能照啊，虽能够照亮，却是在大风当中是不是就不能为用啊？风一旦大，那么就会吹熄；哦，风小，它摇摇晃晃，它的那个亮度是不是也有限呢、啊？好、哦，那所谓的德，好、哦、若智之密语的话，其用乃全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放到那个灯笼里头去，是不是？哦，让它的火，那让它的那个风会小一些，哦，会亮一些。所以要置于密室啊，哦，密语，那么它的作用力是不是才会强一些？它的亮度会高一点，哦。那散乱心当中的智慧也是这样，哦。如果没有禅定静室来讲的话，虽有智慧，其用不全啊。所以不是透过智慧而突然产生的，不是透过禅定而产生了智慧，是。因为有智慧，那个禅定就像那个风一样，哦，要让它静止下来，那个智慧的光明是不是才能够点燃？哇，就是说才能够周全呐、啊，哦，所以得智慧则实啊，得禅定则什么？实智慧生，哦，实智慧生。那尤其我们说这个实相要能够升起的时候，一定是哦。就说它必然，关键是智慧，哦，关键是智慧，但是它一定要修禅定去把第七意识的什么杂染给拂下来，哦，如果不去拂我们第七意识的杂染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去验证到什么诸法实相的，所以它必然一定要修定，那修定不是到那个时候才修定，是不是过程中就要开始准备，哦，也得要做准备了。哦，所以实智慧由一心禅定中生，但是要先具有什么散乱心当中的智慧，只是这样的智慧不稳固，所以需要修定去怎样，去就好像在密室里头，那个风不至于把智慧的光明给吹熄掉嘛，好、哦、或者摇摇晃晃，好、哦，那智慧是从哪里生的呢？是从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从闻思修慧来的。哦，从闻思修慧，所以在闻慧的时候，可能定的成分还不多；到思慧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要跟定做结合？到修慧乃至到现证慧，一定是跟什么？跟定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好、哦，好，所以这里说以是故。啊、哦，也因为这样，所以菩萨虽离众生远在近处求得禅定，啊、哦，但是因为透过禅定而能够清净，所以智慧也能够怎样，能够获得清净。哦，因为实智慧必然是在清净的状态，涅槃是清净的，诸法实相是清净的，不二是清净的，而我们有二的哦，颠倒相是什么？是杂染的。啊、哦，是杂染的，是不定的嘛，哦，是没有智慧的哈、哦。好，那也，譬如游住禁锢，其名亦禁啊。哦，那个游住，那个灯芯呐、啊，哦，那个灯蕊、灯芯、灯蕊有没有？它也必须是清净的，所以它的那个点燃的那个烛火，是不是也才能够清净？好、哦，所以以是故呢，欲得净智慧者呢，好、哦、就要行持什么禅定。这个不共于其他宗教的修定哦，其他宗教修定往往为身体，往往为升天。哦，因为佛教之外，的宗教本身在慧上面是缺乏的，而佛教哦。在佛教来讲的话，修定是为了什么？为了慧，哦，是为了慧哦，好，那观无三，禅须什么专修？哦，复次求哦，若求世间
近视来讲的话，就说跟我们世间的比较接近的，我们比较有经验的事情来说的话，如果不能专心则事业不成，对不对？我们若想要在学业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是不是也要非常的专心一意的那么去进行那这是世间的什么比较粗的比较接近的事情来讲的话，都尚且如此啊，何况甚深佛道而不用禅定啊，怎么可能就不用专心一意的呢？是不是更需要啊？因为它非常的深细且广我们这个是不是都粗浅且近呢、尚且都需要这个专心一意嘛，对不对那佛教佛法是这么样深广无量，那是不是更需要啊是更需要的好，所以呢禅定名什么摄诸乱心啊，所谓的修定就是要去把这个散乱在外面的心是不是要逐渐逐渐怎样收摄回来因为乱心呢会轻飘甚于鸿毛啊，驰散不停啊，急过驶过疾风，它就会所谓的乱心是很轻飘的，它不够厚重啊，所以到处飘，所以我们的妄心是不是到处跑啊想高想低，想这里想家里想什么都想了虽然身坐在这里，我们的心是不是到处跑所以它轻于鸿毛啊而且会驰散不停，而且它很难定下来非常难定下来，驶过疾风，像那个风那个什么强风一样吹得很快，所以不可制止啊，我们制止不了那它的那个剧烈呢，又像猕猴一样高高低低的跑暂现转灭啊，有时候可能稍微灭下来胜于什么彻电，就说它的灭下来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呢，好像彻电一样那个彻电就是它的非常的快速的转来转去跳来跳去的，像猕猴一样心相如是不可禁止啊如果我们想要去制止要去控制我们的心的话呢，那就非禅不定啊就一定要透过修禅定才能够有机会去怎样去制止我们内心的这种躁动所以呢就有下面的这个偈颂所以呢我们在佛教来讲的话，我们修禅是为什么？为守智藏啊，是为了智慧啊而修禅的那因为智慧也是功德的什么福田，那禅就像清净的水我们去种田是不是需要水啊而禅的这个水是清净的我们的乱心的水就像那个污水一样那禅修禅的心像清净的水，能洗诸尘欲尘呢能够让我们的在欲界的很多的尘垢慢慢的怎样能够让它沉积下来而且禅呢是一种金刚铠，好像一个那个什么遮蔽那个挡箭牌啦挡箭牌一样，金刚做的挡箭牌，能够遮什么烦恼箭，因为我们太多的烦恼好像箭一样会刺穿我们的心虽未得无余涅槃，但是涅槃分已得啊我们从什么有余涅槃到无余涅槃，何谓有余涅槃？就是还有色身在超凡入圣那个点，我们证得涅槃，那个叫做有余涅槃，因为还有什么分断生死身要到无余涅槃呢所以这也是中观它定的比较高的地方嘛这里的涅槃叫有余涅槃，到上面这个涅槃才叫做无余涅槃，才叫无余涅槃那四果的阿罗汉
只是解决了什么有余涅槃，它并没有 不是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呢，虽未得无余啊，但是涅槃分已得，所得的叫什么有余涅槃。好，那这个得金刚三昧，好，三昧就是定啊，好，能够摧碎结使山、烦恼山，能够得六神通力，好，能度什么无量人，好，因为能够有神通的话，你看到了上面的可以分身无数亿，是不是度无数的人啊？哦，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是量上的扩大嘛，哈、哦，所以会消沉蔽天日，大雨能淹之啊，哦，消这种消闹的尘土飞扬，尘土是会飞扬到怎样挡了那个太阳光，那唯有什么大雨是下大雨是这些尘嚣都会怎样沉下来，所以在觉观。在觉观的过程当中呢，风就像散心一样、哦、那也唯有什么定禅定能怎样灭下来，好、哦、让我们的散心灭下来成为定心啊、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